妈，你咋这样走路啊？我走自从，我买纸头了，买的厉害。行，这榴莲冻着呢，看一下能不能打开。先放那，放那，放放点儿。看那个榴莲咋样，能开几房肉啊？这有口啊，好开，好开。我以为冻着不好开呢，还行。一房，妮儿过来，给妮儿，给你打开。娘，来，拿拿好，拿好拿好。两房了，哎呀，歇好里头了。等会儿再吃饭吧，吃完这个有点凉。冻了，你过来娘去，给他打开。两房，三房。我老婆来，老婆露出来了。老婆婆，李明阳，快来！哎呀，这么凉啊！李明阳，他咋咋了又？啊？你不吃辣子啊？咋呀？不吃辣子啊？又生气呢？生气不敢套圈也。三房四房，哎呀，这一房真好。我给你套一圈，天行。来，我有。来，奶奶去啊。奶奶，我妈去。去一下嘞，你过来过来吃呗。我妈去。谁去啥玩意儿？真领着你去，来吧，吃点吧。好好好，不会吧？这还搁搁冰柜里啊？嗯，真正好，挺好的。快过来吃，很好呀。嗯，吃吧。看我儿子吃饭啊。挺甜的。